这个结婚好吗的女主角哦，哇，欢迎天心，哇，女神，哇，好美好美哦，哇，天哪，哇，这一次修杰楷，好像有带着一束捧花，是一个神秘的惊喜吗？来，我们两位中间一步站。要求婚了，求婚去了。许绍翔，哇，他也出来了，哇，这真的有备而来耶！你看他还带着那个蛋糕，是不是？哇，哇，天哪！结婚好吗的这个新人蛋糕，天哪！来，中间，好，看我们最举手的这一大哥，好，来右边来看一下哦。站在中间要选哪边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真的我也不知道应该要选哪一边了啦。中间下面是。